你们相信祝福吗？现在我们来做个测验，请在脑中试着将摩天轮向右转，再向左转。向左，向右，向左，向右。这张火车行进图也可以依照你的意志改变前后方向，请试着用意念去控制它。你看见了吗？我们的意念悄悄地塑形这个世界，这便是祝福的原理。我叫李若楠，六年前曾经触犯了可怕的禁忌。就是在上面，你带他下来。后坏在哪里？好好心，是谁有嘛？敢安奈？如果一直想着怪物的话，怪物就会住到你的脑袋里面去哦。我不是一个好妈妈。